张掖机场起飞的 MU599 航班现已抵达虹桥国际机场，停靠508机位。欢迎回家。谢谢谢谢。欢迎啊。这次从虹桥机场出入境，我们两次体验到了新式的无线验放服务，比之前很多国家出入境都更加的快捷和方便。中国的科技创新，中国制造，不仅体现在航空制造业，也体现在国门口岸的很多相关服务上。有这么好的支持和保障，相信航空制造业也好，民航运输业也好，都会发展得更快更好的。新加坡航展期间有大批参观者来看我们的919，包括飞机制造商、航空服务提供商以及配套行业公司等等，大家都兴致盎然，详细询问我们机舱内部各个细节。很多人说东航 C919 空间宽敞，座椅舒适，配色也很有中国风。很多观众都前往驾驶舱打卡留念，点赞我们中国飞机的制造水平，让我觉得非常的骄傲和自豪。